我先听听看你的回答，看我要不要考虑你这样子。哎呀，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破梗了。哦，没有了，我只是想要问他而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为男生说说话，你觉得？他很尴尬，他觉得不一定啊，他觉得不一定。好，没有，但我们也不能就是让人家就是好像等得很，就我们不能这样，当然也不能就是太过分。但是让他等个几个小时应该是还好这样。这样子我是建文，他是希望就是为对方淋雨给人，不是冷风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好，冷风吹不够力就对了。对，要淋雨，狂风暴雨。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龙卷风。那龙卷风跟狂风暴雨可能就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一起，你记得哦，要让他死就对了，是吗？啊！哇哇！谢谢贴心的表哥。所以表哥，你是会为人家在冷风中吹，等人家这样子？这样很奇怪，你这样问。会吗？你会？那你上线是几个小时？你上线是几个小时？对对对，你可以等多久？看对方是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，你喜欢那个人，当然是是这样，顶多半小时。你会赖他是不是？太好笑了。好，所以那这样子我是标准太高了。对，因为如果等了几个小时，这样子。我等他几小时，就三分钟之类的。没有啦，其实嘴玩你，我又没跟你谈恋爱。我跟你谈恋爱，我就是会。对啊，你知道？对，哎，怎么我这么今天搞，好像我是在跟到处这边跟人家相亲，相亲，跟人家示爱，然后看谁要我这样。我没有那么没行情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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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刚刚在讲公主嘛，公主有个好朋友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王子好朋友也是女性好吗？也是女性好朋友，不是男性，男性那个是巫婆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老巫婆。这位头上有这个特别的啾啾的那个女孩子，特别粉红色的啾啾，你看起来就是很特别，就你啊。看起来很有公主病，是不是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我让你辩驳一下，你有没有？他难过的说不出话来。哎、欸，他翻脸了。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开个玩笑。你刚刚说公主的朋友是谁？灰姑娘。好，你们觉得灰姑娘的特质是什么？会等。啊？很勤劳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有呢？很温。有门禁，哇，好女孩。还有什么？常掉鞋。是因为什么？脚太小，就是没有她的尺码。好，善良、勤劳，然后会去为别人着想，对不对？然后她可能平常就是灰姑娘，她可能她本身就是一块璞玉。他平常 不做太多的打扮，然后呢很朴实，但是如果你让他打扮了，他就是非常的闪耀。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呢，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灰姑娘好朋友。对，然后他其实在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里面，他其实帮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忙，而且真正想要帮你忙的人，他不会一直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多辛苦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多累这样。”然后他是默默的，默默的。他平常就是，我觉得他很符合灰姑娘的特质。好，这个人呢，就是黄思涵。你可以来
走来前面一下吗？你要我的鞋吗？我不要，不要你的鞋。你可以走来前面一下吗？其实我很少跟大家，就是我，因为这次音乐会特别找了慈涵来帮忙我，然后他是非常二话不说的，然后其实我们平常，我们感情很深厚，然后可是都很少，大家很少知道他这样，对啊，你愿意当灰姑娘吗？我当然要 cue 你啊，对啊，因为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要做一件事情啊，就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欢迎啊。你看我颜面神经失调，你很紧张吗？那我们一起来唱吧，好。好，其实我并不是代表我个人为你过生日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组的姐妹、弟兄们。都在场，然后呢，借着这个机会，就是帮你过生日。虽然已经过了两天了，那但是这是我们的心意。然后你可以许一下愿，好不好？你要好好的许愿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那你有想要讲出来，你再讲出来就好了，好吧？啊，你可以不讲，你可以不讲。那你许完就可以吹蜡烛这样子。生日快乐！你很紧张吗？好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，祝他生日快乐。对啊，然后我们也祝福所有就是在本月生日的朋友们。你们现场有没有刚好也是今天生日的？有吗？你干嘛？你走干嘛？我说现场有没有就？哦，已经过了。这个月几号？13号。啊，已经过了是不是？好吧。拿身份证换蛋糕的，那等一下大家都拿去换了怎么办？那是蛋糕他的。好好好，那就我们我想要祝福慈涵，就是希望你可以，希望你这位就是非常勤劳、默默的善解人意，然后为别人着想，然后也很可爱的灰姑娘，可以找到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王子，这是我心里面最大的愿望，对啊，所以你刚刚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虽然说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愿望，那但是对我们都有同样的愿望，好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那个来一个掌声吧，干掉了，干掉了，好，好，那我要来唱这首歌。没有唱过这样的歌。